剃掉了两个眉毛啊！Johnny，Johnny。 他就是这些姓胡，活了十万，好包生，看有谁上啊，可是也把他就这一百两东西，一百零八个，这多好，这不赚钱不着急，我见了明孝信的。陪我喝杯酒好不好？ 再有刚柔。
哎，老婆啊，我嗯，起老婆，痔疮犯我重了，痔疮也犯了。哎呀，哎呀，懒人屎尿多，去吧。啊，我去了。哎呦！我一见到你就觉得现在就是基本岗位，过去是不存在的，只不过是我们脑细胞里模糊的录影。我问你，在你脑细胞的录影里，我出现的次数多不多？多多多过张学义。你怕什么？我又不是他的。谢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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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。发挥什么给老婆了？对，这件事情还不会痛苦。哎，谢谢。找你老婆去了，准备把我这大肚子是干什么？你听我解释。